这只小鬼是我收养的第一只，也是里面法力最强的。我所做的那个噩梦跟那个女鬼有关吗？那个女鬼跟在我身边跟了多久？生前未嫁，死后不能进入宗祠，会变成了孤魂野鬼。有一个男生啊，把女友溺死在这里啊。最近也是会看到很可怕的东西。那么女鬼跟陈浩的前世是有关的，他一定是心里面还有遗愿未了，所以才会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。怨念太深，他会留在那个地方，世世代代干扰，不得安宁。前世的恩怨，前世就该了结。人海殊途，你又何必留恋？